今年的评审团也是人的创意，欢迎来到第五十届。得奖的是 Kid 吴宗宪。如果观众朋友喜欢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做下去，让台湾的戏拍给外面的人看到。所有珍惜跟支持台湾创作，我们会留在这里陪你。10月6号，第53届电视金钟奖就在三立都会台 Live 直播。